刚刚我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一直有一个感动，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姐妹，神特别要医治红斑性狼疮的姐妹，不管你在实体或在线上，只要你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，我奉主的名，这场聚会有这个恩膏要来医治你，所有的血液的指数要恢复正常，所有的血液的指数要恢复正常。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，包括你在线上的，在血液跟免疫系统上面方面的特别需要代祷的，把手举起来好不好？我要奉主的名为你祷告，上帝的医治现在在这场聚会里面，包括你在线上的领受神的医治。如果旁边有举手的好不好，我们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奉主的名，这个恩膏在这场聚会里面，神的医治现在临到免疫系统的医治，血液里面的医治，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领受，领受，来吸入这个医治，说主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这个医治是为我预备的。今天圣灵一直感动我，一直感动我，我好像不讲都不行。今天神在为你预备这个医治，神正在医治，正在医治，你的血液现在正在更新，耶稣的宝血进来，耶稣的宝血进来，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红斑性狼疮，捆绑血液里面的免疫系统所有的疾病离开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神的殿里面有一个更新，我要宣告我们刚刚的每一句祷告，上帝每一句都要垂听，每一句每一句的祷告都要垂听，所有刚刚举起手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医治现在正在你的身体里面，血液里面的免疫系统现在神正在医治，正在做一个重新的更新系统的设定，上帝的医治正在领导你，